呢兩個尖沙咀嘅模型咧，係用咗九個月嘅時間去籌備啦、訂件同埋拼砌嘅。當中咧係有20個 creator 去一齊去參與呢件事嘅。兩個尖沙咀模型咧係總共用咗超過100萬粒嘅組件去砌成嘅。咁我自己最中意係一啲城市系列嘅作品啦，會係一啲交通工具啊，或者一啲建築物啊。咁呢啲通常都係一啲我哋好貼身啊、好生活化嘅事物嚟噶，咁個感覺就好似擁有一個自己嘅小人國咁樣啦。細個屋企人有時都成日帶我周圍去玩嘅，咁其中一個就去嘅地方就係立法會前面嘅皇后像廣場。結婚嘅時候咧，其中一輯婚紗相亦都喺立法會度取景嘅。呢一個地區對於自己嚟講都係一個幾深刻嘅回憶嚟嘅。我希望都砌到80歲。